它真的好像男扮女装啊。夏师傅的新皮肤体验卡已经收到了，但不知道为啥这位看起来真的好像男扮女装啊。我把镜头拉近一点，彦祖你看，他真的好像韩信戴了个假发，可能是我的错觉，但真的越看越像。今天夏师傅喜提新皮肤，这也是古今物语系列第四款，经典的红白配色以及红蓝技能双形态，不论是特效还是手感，这款皮肤都是相当可以的。这里我放一下原声，彦祖们感受一下什么是打击感。总之这款皮肤特效是肉眼可见的华丽，毕竟不论是哪个皮肤，一旦和双形态沾边，那么特效一般都是不差的。当然了，某禅的荣耀典藏除外，至于打击感这东西见仁见智，反正我是认为特效和音效结合的不错，反馈也没得延迟，很丝滑，用起来很轻快，很有节奏感，所以对我来说打击感很棒，反正对得起船线的品质。咱就是说啊，要是所有的船线都是这个品质这个特效的话，小王的皮肤策划你早发财了。但是多嘴两句，双形态有利有弊，无论是黑白也好，红蓝也好，技能组多的英雄肯定切合，你像夏师傅三个技能都有普通形态和强化形态，因此对双形态切合度极高，但是技能单一的英雄就别瞎搞了。哎，说你呢貂蝉荣耀典藏。